好，谢谢。哇哇，你看现场真是热情不减，哎，我哎，热度是越来越沸腾，哎，那么是尤其更高兴是雨呢，也真的不下了，停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么呢，接下来呢，要为各位介绍的呢是呢，在所有啊，我们跟这个毒品宣战当中啊，可以说呢是最普遍的一样毒品，是是，叫做烟毒，烟毒是吧？哎，尤其啊，在这边要恭喜小台啊，是那那，哎呀，听说最近把烟给戒掉了，烟戒掉，我烟呢抽了很久，抽了有16年了，16年呐、啊，哎，就把它戒掉，连烟都戒掉，那怎么舍得戒掉呢？就是说不抽就不抽了，哎呦，哎，那这个是要过人的毅力啊，是不是？以前丘吉尔啊也说过、啊，是戒烟很容易啊，那那，我已经戒了大概100多次了，100多次，哎，小董也不简单，最近也把烟给戒掉了嘛，哎，那当然啦、啊，才戒一天而已啊，那但是希望能够朝你的目标来看，看起来努力，不简单不简单，那么。今天要介绍这两位啊，可以说呢，这个呢，对这个我们的烟毒啊，乐记啊，他们来给我们呼吁一下，哎，而且说是这两位特别来宾呢、啊，大有来头，哦，一位是可以说是外国友人，外国友人，另外一位呢是这个名闻非洲的非洲探险家，哎呦，你说的外国友人是 Michael Jackson 吗？啊 ，No，Michael Jackson 今天刚好有事，他不能来，他本来是来的，哦、哎，是不是这样？后来席维斯史特龙呢，说也要来，也在坎城，也不能来，班机延误了，没有办法过、啊，所以我们就请他来跟大家呢，哎，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席维斯史特龙的好朋友，嗯 ，Miss。Samantha K， 好不好？还有呢，我们呢，亚洲地区的超级偶像，大帅哥陈雷先生，哎，掌声欢迎。请好，我是陈雷。太棒了，对，他的外公叫丹雷公，哎，丹雷公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 K。哎呦，不简单，公演艺啊。不过今天这样的组合真的很奇怪。是是是。哎，怎么会你们两个是一起出来的呢？这个其实也不是奇怪嘛。这位是外国友人嘛。哎，这个不仅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国内在反毒啊，他们美国以前早就在反毒了嘛。哎，对，你要谈谈这个国外的毒品。国外的目前是怎么样？对，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毒品的问题非常严重。嗯。然后他们。真的在办很多这种活动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国际 international 的问题。Yes, it'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. 听说 Samantha 就是因为美国毒品呐、啊、太泛滥，所以他才跑到台湾来的。是，不是远离毒品。阿弟嘞，好，阿弟奇怪，今麦在讲毒品呐、啊，你知道？我们在讲毒品啊。希望咱大家吼，唔通一定要做吸食毒品呐、啊、呢。毒品呢危害咱的身体，所以大家千万唔通啊呢。千万唔通了，所以我们非洲的探险家嘛，每次都穿的跟探险生一样，哎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好像这个我们那个 Samantha 为我们大家带来很多、啊、这个世界级的一个通用的语言，哎，怎么样勇敢的跟烟呐、啊、说不？向烟毒说不，哎，我们这边是这样，向烟毒说不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、啊。那这个全世界的语言不一样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几个国家的语言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西班牙文好不好 ？Español、啊、对、嗯，西班牙文西班牙文怎么讲？怎么讲 ？Digan no a las drogas。啊 ，Digan no a las drogas。drogas。drogas。对 ，drogas 叫做什么 ？Digan no a las a las。哎 ，a las drogas。你来说一遍。No、哎。有点像上海话，是吧 ？Digan 风格的。什么地瓜？什么地瓜？地根呢？地瓜。地根。嗯。No. No. Alas. No. Alas. Drogas. Drogas. 啊，不错不错。那完了，说的也不错。西班牙，我们的西班牙文，西班牙话，像毒品说不、哎。再来呢？还有呢？法文，好不好？法文，法文。啊、OK， 这个法文我就是不太会讲。OK、啊。Déclarons une guerre à la Dahog。啊。你讲快点来。9个音。OK。Déclarons une guerre à la Dahog。啊，这有点像我们的咒语啊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念念来。低卡后阿拉伯，这不是头前是低瓜，今麦有个变低卡，你听见？那大概就和你讲掉啊，再有意的话都变直了。那弄个低五瓜，怎么跟这关系啊？那了哈。好，那么刚刚这是法文的，哦，我们再借这个时候呢，学习一下这个各国的个语言啊。还有日文。日文。哦，你哄我。东亚美加头 ，OK。哎。都口音，哦，口头瓦力。
我要是听得懂，我跟你信。我真的是随便你。哎，你讲连日本都听不懂，哎，这边呢？多么？多可信？多可信？多可信？哦，可多瓦利。哦，可多瓦利。哦，可多瓦利。不是，我们现场有很多长官呢，他们应该懂这个日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是长官。是这样子吧？啊，哎，应该也是这样子了。我看长官也不敢点头啊。是的，今天介绍了三国的语言，不错。我们要听听这个陈雷啊，哎，用台语说一下。用台语。烟毒说部怎么讲？向魂毒讲嗯呐，好嘞，向烟毒，哎，魂毒啊，魂毒讲嗯呐，讲嗯啦，这男主很 keep 的对啊，是不是呢？不错啊，这就今天介绍这么多啊。英文呢？英文，对 ，say no to drugs。Say no to drugs. 哎，所以这个反毒啊，是全世界性的。对，哎，这是国际性的问题啊，不只是我们这边，全世界要一起来反毒的。对，我想呢，这个只要是对人的健康啊，有很大的损害的，就是全人类呢都要摒弃它。是，哎，都不能接近它的东西。哎，今天我们真的很谢谢 Samantha K。谢谢。啊，接下来是不是单独一起为秋瓜呀？啊，带来一首叫《自然就是美》。自然就是水就对了，谢谢。自然就是美，不要接近这些人为陈雷的歌曲，来。怨什么？叹什么？失去一切，犹原会当东山再起。笑面你，痛面你。我就嘛是会袂起，起起啊恨恁，下生再无去，了多好因，定着无了时，平安顺遂过日子，脚也拖也吃饱哩，人生有大概滋味，煮甲配甲拢是恁来福气，自然就是美。道理何必勉强，何必勉强，真宽大理。怨什么？叹什么？失去一切，犹原会当东山再起。笑面你，痛面你，一时得意，怨将嘛是会过去。轻轻啊，你。一生再无去，飘到伊，定着无了时，平安顺遂过日子，脚也拖命吃饱哩，人生有大概滋味，输甲赔甲拢是恁来负气，自然就是没有道理，何必勉强，何必勉强。谢谢大家，多谢。好，谢谢陈雷先生。